弟弟妹妹，我的死是为这社会、国家和人类，是光荣的，是必要的，故我虽死犹存。敌人要枪杀我们的身体，这是无法抵抗的，但我们绝不允许敌人枪杀我们的灵魂。苍儿，我只爱你，指望你将来为一级平凡而有能力，为一般劳苦民众解决不能解决之各类问题，铲除社会上一切不平等之人物。朋友们，我们吃尽苦中苦，而我们的后代则可以享到福中福。为了我们崇高的理想，我们是舍得付出代价的。同志们，我快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奋斗吧，最后的胜利终究是我们的。这是牺牲在雨花台的革命先烈给亲人和战友留下的话，也是对后来者的深情告白和谆谆嘱托。凭借着内心深处的正义良知，他们坚守着自己的理想信念，坚守着忠贞高尚的道德情操，为了国家、民族和人民的福祉，他们舍生忘死，义无反顾，倒在了为民族复兴的征途上。他们用自己的牺牲，照亮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光明的前程。多年以后，他们在最危险时候发自肺腑的言语，依然打动我们的心灵。那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强意志和不屈精神，更是应该被我们所铭记的致未来书。2016年5月4日，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一场名为“信仰铸青春，誓言永担当”的共产主义青年团主题团日活动正在举行。新入团的青年们面向鲜红的团旗，庄严宣誓。来自各行各业的青年代表在烈士群雕面前表达他们坚定理想信念、矢志奋斗担当的青春志向。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青年教师徐川在演讲中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今天是个伟大的日子，这里这个伟大的地点，我也想问大家一个伟大的问题：你为什么加入中国共青团？为什么加入中国共产党？我想知道，为什么一个只有50多个年轻人的政党，为什么一个没有任何光环、没有任何资历、没有任何背景的政党，能够一步步走到舞台的中心，能够一步步决定中国的命运？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衰败与战乱已经把这个古老的国家逼上了绝路。从那时起，中国人民期盼着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期盼着从根本上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面对历史的宏大课题，无数有志青年和先进分子站了出来，孜孜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当他们的追求与共产主义所展现的光明前景相遇，这一科学真理便走进了他们的心中，成为崇高的信仰。上海淮海西路567弄6号，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所外语学校上海外国语学社就开设在这里。1920年9月，26岁的温州青年谢文锦迈进这座大门，和刘少奇、萧劲光、汪寿华等进步青年一起系统地学习俄语，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熏陶，并加入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4月，谢文锦、刘少奇等首批26名中国学生从上海出发，辗转跋涉抵达了莫斯科。他们成为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的第一期学生。隆冬时节的莫斯科滴水成冰。1917年10月革命取得胜利，人类历史上改变劳苦大众命运的崭新尝试正在这里如火如荼地进行。人们在共产主义精神感召下所焕发出来的昂扬生机，深深地感染了谢文锦。谢文锦学习勤奋刻苦，他满怀激情地翻译了苏维埃革命歌曲《同志们向前进》，并给他取了个中文名《光明赞》。这首歌激励着谢文锦，也激励着当时在苏维埃俄国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们，一步一步向着光明努力。1922年，谢文锦在莫斯科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2年后，他作为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翻译回到祖国，先后担任中共中央秘书、中共上海地委委员兼组织部主任。同年秋天，奉党中央指示，谢文锦回到温州，建立了温州地区最早的中共党组织。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8月，谢文锦受命来到南京，任中共南京地委书记，发动人民群众揭露军阀孙传芳祸国殃民、甘为帝国主义走狗的罪行，迎接北伐军光复南京。1927年3月24日，国民革命军攻占南京。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加速策划反革命政变，革命形势急转直下，谢文锦临危不惧。他对同志们说，暴风雨就要来了，革命总是要付出代价的，总是要有牺牲的，我们不怕牺牲，我们要组织力量和敌人对抗。1927年4月11日凌晨，412反革命政变发生的前一天，谢文锦在主持召开中共南京地委紧急扩大会议时被捕。
三天后遭到敌人杀害，年仅33岁。这张微微泛黄的纸张，是谢文锦当年在家乡宣传革命时写给亲友的题词。欲安天下苍生，端赖同志齐心，依照马列主义发动群众斗争，打倒列强军阀，号叫宇宙重新。这是一代革命先驱的共同愿景。正是在这样的伟大精神感召下，他们激情洋溢，无所畏惧，带领千千万万的劳苦大众寻找光明。灯蛾扑火，似无成，是是非非，平不清。我说灯蛾死可贵，粉身碎骨向光明。这首题为《灯蛾》的白话诗，作者是后来担任中共中央局秘书长的李德钊。李德钊，浙江永嘉人，引领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启蒙者正是他的老师谢文锦。在谢文锦的介绍下，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也是在谢文锦的资助下，李德钊进入上海大学学习，并被党组织委派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回国后长期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1934年6月26日傍晚，中共中央局机关被国民党中统上海行动区的特务包围，李德钊无信被捕。在敌人的严刑拷打和法庭的一次次审问中，他拒不承认自己的身份，对党的机密守口如瓶。1935年8月，李德钊被判15年徒刑。服刑期间，他坚持学习，准备将来出狱可以为党做更。利刃有铁锁呀，几时我有了能力，定要把你们捉住，然后一起投在红炉里。1936年9月，李德钊在狱中被折磨致死，年仅31岁。几乎在上世纪20年代同一时间，温州永嘉的偏僻山区里，走出了谢文锦、李德钊等一批早期共产党人。那是时代对革命的呼唤，也是革命者选择崇高信仰的历史机缘。
2016年3月，美国旧金山斯坦福大学，90多年前，一名中国云南的年轻学子远渡重洋来到这里，踏上异国他乡的求学历程。斯坦福大学格林图书馆，这里收藏了一本1928年的毕业生纪念册。As you can see, this, I mean, it's a very, very nice copy, but this is our only copy, and so we need to protect it and make sure that it's staying for a very, very long time. 这是近一个世纪以来首次有来自大洋彼岸的中国人打开这本纪念册，拂去历史的烟尘，人们能清晰地看到，在一群高鼻深目的西方人中，一位戴着圆框眼镜、略显稚嫩的东方面孔十分惹人注目。在照片的旁边，英文标注着他的名字施晃。1900年，施晃出生在云南省洱源县玉湖镇。1917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学校。在清华读书期间，如饥似渴地吸收新知识和新思想，探寻着拯救国家危亡的方法与道路。1924年，施晃在清华7年的学业即将结束，他和同学们准备赴美国斯坦福大学继续深造。赴美留学对当时的青年来说，无疑是最好的出路之一。但是，对于一个心怀天下的青年而言，施晃的心情显然没有那么兴奋。到美国学什么？学成以后做什么？国家的未来和自己的理想究竟怎样才能达成一致？带着这样的思考，施晃和同学在出发去往美国前，来到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广州。1924年2月4日晚上，施晃他们在东亚酒店拜会了中国共产党缔造者之一的李大钊。李大钊把这些素昧平生的年轻人视如知己。他说，留学生要结合中国的情况，学习对人民有用的知识。李大钊还针对他们思想上的疑虑，耐心解释了共产主义的理念。革命领袖的谆谆教诲，成为施晃在海外孜孜求学的重要启示和动力。1927年3月，在斯坦福大学学习的施晃加入了美国共产党，成为中国留美学生中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并担任了美国共产党中国局的第一任书记。1928年，施晃在斯坦福取得了历史硕士学位。站在人生十字路口的他，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是继续留在美国学习，取得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然后谋得一份好的职位，过上安定的生活；而另一种就是回国参加革命斗争。施晃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几经辗转回到阔别6年的祖国。而此时
国内革命斗争的形势异常严峻。1931年，在香港海员工会工作的施晃与同为共产党员的妻子罗静怡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写信给外面的同志说，敌人用尽种种办法对我威逼利诱，但是只要我们坚定，最后敌人总是没有办法的。经中共广东省委营救出狱后，施晃转到北方做公运工作，先后担任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长、省委书记。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中，他用自己的热情与理智的光芒影响着周围的同志。紧张的工作和险恶的环境令施晃无法顾及家庭和孩子。一生当中啊，我就见过我父亲两次。一次呢是半夜啊，我这个他到我们家，然后我来，然后跟他见了一次面。因为当时呢白色恐怖非常严重，白天他也不敢到家里来。到不久以后，有一天晚上就带我们家吃了一顿晚饭，我父亲就走了啊。说从此呢也就永别，我就没有见过，我没见过我父亲。1933年冬天，施晃与其他13位同志在北平义庄开会时，突遭国民党军警包围，不幸被捕。1934年初，施晃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34岁。清华人没有忘记这位特殊的校友，这是清华大学为施晃烈士树立的纪念碑，上面写着这样四句话：他是清华最有光荣的儿子，他是清华最早的共产党员，他为解放奉献了生命，施晃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在雨花台牺牲的烈士中，有一大批像谢文锦、李德钊、施晃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学生时期就崇尚正义，追求光明。在求知的道路上，他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信仰坚定的革命者。这是那个年代共产党人一条重要的人生轨迹，也是时代特征鲜明的革命逻辑。这是位于南京雨花台东侧的北平五烈士墓。在寂静的苍松翠竹之间，长眠着一批隐蔽战线上出生入死的杰出战士。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情报战线上有两次重大的劫难。一次是1931年的顾顺章叛变，另一次就是1947年的北平谍报案。这里是北京交道口24号，当年中共北平秘密电台就布设在这里。1947年夏天，敌人经过长期跟踪排查，确定了中共北平电台的秘密地点。顺着这条线索，9月18日晚，国民党保密局查出并逮捕了大批地下情报人员，其中有谢世炎、丁行、赵良章、朱建国、孔繁蕊等5名中共地下党员。丁行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保定绥靖公署军法处少将副处长。朱建国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保定绥靖公署少校参谋。赵良章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北平空军中尉飞行员。孔繁蕊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保定绥靖公署少校参谋。谢世炎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保定绥靖公署作战处少将处长。他们虽然党龄有所不同，但在敌人面前都表现出了共产党人对信仰的忠贞。负责北平谍报案审讯的国民党保密局老牌特务古正文，在晚年撰写的回忆录中提到谢世炎，语气中透露出敬佩之情。他写道：我不是一个轻易以貌取人的人，可第一眼看到谢世炎时，却被他那从容凛然的仪表给震慑住了。他回忆说，当谢世炎那坚毅的双眼向四周逼视过来时，我顿时心慌意乱地犹豫起来，草草为自己找了一个借口，便匆匆从后门逃走了。第二天上午，两人再次交手，古正文亲自为谢世炎冲泡了一杯咖啡，以此作为这次特殊对话的开场白。他写道：通常我只是一个人喝咖啡，只有碰上自己欣赏的人物才会共饮。古正文问谢世炎，为何以国军将领身份替共产党做事？谢世炎答道：党的名称并不重要，他们只有好坏之分。我在国民党部队很多年，经历过很多阶层，所以我有资格批评他没有前途。至于共产党，我至少欣赏他的活力、热情、组织与建设新国家的理想，因此我选择我欣赏的党。而且我认为国民党是妨害共产党早日建设新国家的最大阻力，所以我用国军少将作战处长的身份帮助共产党消灭国民党。1948年9月19日，国民党的国防部军法局以泄露军机为名，在南京中央陆军监狱判处五人死刑。临行之前，谢世炎写下绝笔诗：人生自古谁无死，况复男儿失意时，多少头颅多少血，续成民主自由诗。赵良章牺牲前在绝笔信中写道：我是带着勇敢与信心就义的，我虽倒了，但顽强的性格仍使我精神永不灭亡。信仰和忠诚是共产党人的底色，而战斗在隐蔽战线上的英雄们更是信仰和忠诚的光荣化身。位于莫斯科的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收藏了苏联时期
共产国际的大部分档案资料。Забрали вам некоторые дела, которые вы запросили по именам. Вот в этой папочке несколько дел. Сверху находится дело Джукадин. Очень ценно оно тем, что в нем имеются фотографии. Далеко не у всех деятелей. Они сохранились, а здесь у нас их можно сделать в хорошем качестве. 照片上的这位青年 名叫朱克敬，他是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中国留学生学习小组的组长。朱克敬，湖南醴陵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年受党组织委派到苏联学习。1925年，朱克敬学成回国，参加北伐。 被委任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南昌起义之后，他随起义部队南下广州失败，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朱克敬只身潜入广州，然而此时广州城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不能久留。 他便混在人群中，买了一张火车票，沿粤汉线北上，辗转北京、桂林、南洋等地，苦苦寻找党组织。为了找到党，朱克敬隐姓埋名，在社会底层艰难谋生，甚至将自己的孩子送给他人抚养。大革命失败以后呢，流落到北平。 隐姓埋名，租了一点地种地，靠这个为生。据说有一次他挑柴到城里去卖，碰着白崇禧。白崇禧当时是国民党的高官了，中将了。白崇禧在北伐的时候，他们都在一起，那都是熟人。白崇禧就问他：“哎呀，他说这个柯敬兄，你怎么沦落到这个地步啊？变成卖菜的一个菜农了？”白崇禧就答应他说：“你到我这里来吧，是吧？” 我们过去都是同事，你的军衔也不会低，他还是种地。他自己说，让我种地可以，是吧？让我使也可以，但是让我给国民党做工作不行。全国抗战爆发后，朱克敬重新回到了党组织的怀抱。那已经是1938年，为了寻找党。 他整整用去了10年时间。当终于回到苦寻10年的队伍时，他极为振奋，对家人说：“我要重回战场，请缨杀敌。”此时，与他一同在北伐时担任各军党代表的周恩来、李富春、林伯渠等人，已是中共高层领导人。 而朱克敬对自己的职务没有任何要求。当党组织征求他的意见时，他说：“无论分配我做什么工作都行，只要对抗战有益。”于是，朱克敬担任了新四军政治部顾问兼直属战地服务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朱克敬担任新四军秘书长。 兼山东军区联络部部长，为分化瓦解敌军，党中央派朱克敬去做国民党新编第六军军长郝鹏举的工作。在朱克敬的影响下，郝鹏举部于1946年1月6日起义，改编为华中民主联军。然而，到了这年年底，郝鹏举再次反水。 重新投靠蒋介石，又补了朱克敬邀功请赏。那被捕以后呢，蒋介石就找他吃了3次饭，都动员他投靠国民党方面。朱克敬访问蒋介石，
他说蒋先生，如果你像我这种情况下你怎么办，是吧？他就说了，我呢有两个生命，一个是我这个自然的生命，一个是我的政治生命，我自然的生命我可以结束，是吧？我的政治生命是不可以背叛的。1947年10月，周克敬在雨花台英勇就义，时年52岁。临行前，他挥笔写下绝命诗：“此生早许国，被卖做楚囚。壮士非吾类，不畏断头流。”如今，在烈士的家乡，人们为他建了一座小小的衣冠冢，在烈士身边，长眠着各个时期牺牲于全国各地的李陵级烈士。一方小小的墓碑，掩映于青松翠柏之下。在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展厅内，有着不少身着戎装的烈士肖像，他们当中许多人都出自黄埔军校，他们英姿飒爽，充满朝气，为了心中的信仰，抛弃了高官厚禄，放弃了个人的锦绣前程，披荆斩棘，走上革命道路。高文华，江苏无锡人，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曾参加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东征战役，任连党代表。在东征途中，他接到父亲的来信，信中父亲告诉他，在交集铁路替他找了份月薪60块大洋的工作，但高文华不为所动，在给父亲的回信中说：“我是一个革命者，怎能受钱的牵动呢？老实说，山东有6000块大洋一个月的事，我都不会做的。”1928年3月，担任共青团无锡县委书记的高文华不幸被捕，被关押在南京模范监狱。今年已经105岁高龄的高福珍老人，至今还记得哥哥当年在狱中的情景。高福都是，你的长吧，长来我不乖个，你的长。打来打得来我个谁嘛？你打不来我个谁个？在狱中，高文华尽管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但他在给父母的信中却表明了这样的心迹：做人不吃苦，人是不能算人的。我们虽然苦，但我们的良心没有受罪。我们虽然苦，我们依旧有我们至高无上的精神的愉快。总之，我们是真理的追求者，我们是最公正无私的人，我们是最快活的人。1931年7月16日，高文华牺牲于狱中，年仅24岁。
了高文华，雨花台烈士纪念馆还陈列有14位黄埔英烈。这些从黄埔军校走出来的革命者，放弃了高官厚禄、荣华富贵，他们甘于清贫，不畏艰险，为了一个宏大的信念，选择了一条荆棘丛生的道路。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不同身份、不同阶层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分子，在探索报国救民道路的实践中上下求索，最终选择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确立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崇高信仰。信仰是心灵的主宰，信仰是生命的灵魂，信仰支撑了革命先烈的不屈身躯和壮丽人生，信仰引领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牺牲，从苦难走向辉煌。